好，所以有没有各位有没有看见？我们用框框来做一下审视哦。这个句子它有连接词哈，就是 because 连接词连接第一个主词一，这是第一个主词一，逗号之后主词二，有没有看到这两个主词是一样的主词啊？就是因为主词是一样的啊，前后主词一样，这个主词跟这个主词是一样的，我们就可以把连接词跟连接词后面的主词省略。动词呢就动这个动词，让这个动词，如果这个动词对这个主词来说是主动的，我们就把它变成 ing， 所以我们就会变成课本看到的例句，你会看到它用 making， 有没有看到就变成了 ing， 因为它的连接词跟主词都被省略了，我们要让这个动词变成分词，让它变成分词构句，让它变成分词构句就可以帮助你把这个消失的连接词跟主词呢做替补的功能工作。所以 making an unwise investment， 做出了这种不明智的投资之后， Demi 先生就 have no choice but to， 他只能够没选择权，没有选择余地， but to 只能够 sell his company at a loss， 是以一个亏损的状态去做销售的动作。好，所以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分词构句啊。分词构句呢就是说，分词构句就是当你啊发现前后主词是一样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句子做精简。精简哪里？精简那个连接词以及连接词后面的主词，所以连接词的主词跟连接词一起省略掉。动词呢，如果是主动改成 ing， 像我们这次就是改 ing， 如果被动我们就会变成 pp。 好，所以为各位要判断一下，这叫分词构句。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15个单字叫 owe 是欠钱欠债。The entrepreneur has already paid off the debt which he owed to the bank early this year. 好，我们先看这个漂亮的单字，这个是 entrepreneur， 这个字呢是创业家、企业家哈，企业家或创业家，我们就可以说是 entrepreneur。Entrepreneur has already paid off. 这个呢，创业家他已经呢 already paid. 各位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完成式 has， 完成式加上 pp。好，这就是已经完成，已经做了这个动作。那什么叫 pay off？ 付完了，付清了，还清了。所以呢 the entrepreneur has already paid off， 他已经呢还清了 the debt， 他还清了那个债务。这个债务是什么？这个债务是 which he owed to the bank， 他欠给银行的 early this year。 好，所以各位可以把债务画起来，债务叫做 debt， 这个 debt 就是债务。好，这个债务呢 which he owed 是他 owed， 他欠这个债，这个债本来在这边，这个 debt，这个 debt 本来位置在这里，然后从这个受词往前搬，放到这边变成冠带，变成连接词使用。好，所以这个 owe 呢，这个 which 本来是在这边， he owed the debt to the bank， 他欠这个钱是对于这个银行，他把这个欠给银行的这个钱呢，在 early this year 今年年初所欠的钱，他还 already pay off， 已经还清了。好，那我们看这个债务就是 debt。各位可以看到这里呢是一个先行词，后面粉红色的关系子句 which 引导出来的关系子句是当形容词使用哦。翻译成 early this year， 今年呢 he owed to the bank， 他欠给银行的这个，欠给银行的，所以今年年初还清了银行的，这是一个形容词，今年年初还清了银行的债务。好，透过这么长的关系子句来当形容词修饰这个债务的状态。再来我们看第16个单字，打个星号，这个字叫 plummet。 什么是 plummet？ 就是突然之间下跌，东西突然之间暴跌，急剧的下降。它跟同义字 plunge 是同义字，这两个字我们很少看见它啊，除非都是在商业术语上才会有 plummet plunge， 所以你要打个星号给它，它是难的单字。 the stock price， 这个 stock 这个字在这边是当做股价，股票的价格叫做 stock price。 这个 stock price 呢 plummeted 就是它整个暴跌下来，字尾加上 ed 过去式。 this morning 今天早上呢 the stock price plummeted， 这整个下跌了。 so the executive， 所以呢所有的这个 executive 执行的人，这些行政主管们，他们就 are having 正在举办一个 having an emergency meeting， 在举办一个紧急的会议，现在 now。 and they hope 可以变成 hoping to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想要想出一个 solution 解决方法。